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der。老样子，我们来看本周的 BOSS 情报。本次的 BOSS 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，唯一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只鲨鱼长了两条腿。那这次就以艾丽卡、达斯特、暗刺为主攻，算是无悬念的一场。希望新的一年各位可以顺顺利利，摆脱今年的厄运。我是 Winder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